有生意，你可以搭讪吗？啊，每天要贴钱，你可以搭讪吗？你可以贴九次，你可以贴九个月。越南的不做，然后那个卖粥的也没有做了，没有那个来。不懂，不懂讲。啊，卖粥那个是他是要等他女儿载他，他才有来吗？没有人载他，那你会喊他将来？生了，哪里有这样快？还要三个月。还要三个月啊？作业不用啊。两个月不用吗？两个月，两三个月才会回来的。跟落是两个月，政府部门是三个月。手动卷的纸袋就对了啦。